表姐冬天手洗一大家子衣服，并发朋友圈配文，本宫实在干不动了，老公你那个妾吧。回老家祭祖时，表姐热情地拉着我的手说，月如，你今年28了，爸妈走得又早，不如表姐做主，让你进张家门咋样？你姐夫人好，我也不会为难你，只要你搭把手拾掇家里就成，我们指定把日子过得和和美美。我瞬间懵了，而后气急反笑，难道她不知道这犯了重婚罪吗？况且看着她油腻邋遢散发臭味的老公，我真的想吐。你刚处理完手上的工作，多年未联系的表姐忽然发来微信，月如，今年过年你啥时候回来？我跟你一起去给表姨和表姨夫上柱香。我盯着手机屏幕皱了皱眉，表姐说的表姨和表姨夫就是我爸妈，5年前车祸去世，但这表姐跟我家并不亲，是那种一表八千里的关系，现在怎么忽然要给爸妈上香？我觉得很奇怪，但好歹沾亲带故的，人家也没做什么不好的事。我还是礼貌性回复道，还不知道呢，手头工作忙。表姐快速回了过来，好，等你回来我去接你，几年没见还怪想你的，家里刚杀了年猪，正好你尝尝表姐的手艺。说实话，我和她还没熟到这个地步，觉得有些别扭和尴尬，我回复了个谢谢的表情包过去。而且我对这个表姐感官不太好，她喜欢在朋友圈自称本宫，声称别人说她长了一张正宫脸，一看就是过日子的，不像其他女的妖里妖气。不久前她又在朋友圈发了一张寒冬腊月她手洗一大家子的厚衣服的图片，上面配文，本宫实在干不动了，老公你那个妾吧。她又自己评论道，贤良淑德者优先，狐妹子勿扰，来了我也给你发卖出去，最后还加了一个捂嘴笑的表情。我当时刷到时没什么太大的感觉，只觉得有些莫名其妙。她结婚时我也去了，男方家里并没有穷到连洗衣机都用不起的地步，这不是没苦硬吃吗？不过我也只是想想，并未多说什么，毕竟发什么是别人的自由，表姐的话我也没放在心上，只当她是跟我客套。我关掉手机，洗完澡后美美睡下。考虑到手头上的工作太多，我将票定在了腊月29，却没想到回家这天在村口遇见了表姐。我拎着行李箱看着她，只觉得有些奇怪，自上次后她再没给我发过消息，我也没有告诉她我什么时候的票，她怎么会知道我今天回来？表姐看到我立马笑着迎上来，要帮我拎箱子。月如啊，你终于回来了，这眼看着要过年了，你也不见动静，我都在这儿等你好几天了。听着表姐的话，我不禁皱起眉头，她这样反常且没有边界感的举动让我心里有些不舒服。我躲过表姐的手，客套疏离道，表姐就不麻烦你了，我回来的迟，明天就要过年了，我还有的忙呢。说着我紧紧抓着自己的箱子就要向家的方向走，谁知表姐不依不饶，上来就抢我的箱子，哎呀，你刚回来冰锅冷灶的，先去我家吃顿饭，等晚上我再叫你姐夫送你回来。见状我更加觉得表姐有问题，我本不想把事情闹得太难看，可由于表姐太用力拉扯间，我挎着的单肩包摔在了地上，一下子里面的东西洒落了一地，舟车劳顿本来就疲惫，一股烦躁瞬间涌上心头。我说了我要先回家，听不懂吗？表姐愣了一下，显然是没想我会忽然发火，或许也意识到自己的行为有冒犯到我，她随即讪讪道，你看你这孩子，我叫你到我家吃饭还不是好心，好好的生什么气呀。我将地上掉落的东西捡起来冷声道，真是搞笑，什么叫好好的，要不是你听不懂人话硬抢我东西，我能生气吗？从前我脾气挺温和的，但爸妈去世后没了他们的庇护，我也学会了龇牙，加上这几年创业遇到了不少牛鬼蛇神，多番磨砺下我也练就了不好欺负的性子，想把锅扣在我头上，表姐的算盘算是打错了。表姐听我这样不客气，面色一滞，站在旁边说话不是，不说话也不是，闹了个没脸。我留下她一人在原地风中凌乱，径直回了家。三，爸妈走后我也只是每年过年才回来一次，农村的自建房面积大，看着空旷的屋子我心里空落落的，有些伤感。我将屋子收拾了一番，傍晚又去采买了年货，没想到回来时表姐竟又带着一男一女找上了门，心里升起不好的预感，我当即垮下脸，她却像没事人一样笑着上来拉住我的手，对着身后的一男一女说道，妈，振兴，你们看着咋样？我看月如再适合不过了。我这才认出这一男一女就是表姐的老公和婆婆。只见表姐婆婆上下扫视我一眼，像是打量货物一般，带着勉强的神色点点头，将就吧，就是看着有些妖里妖气的，怕是在城里也惯了。表姐老公目光也黏腻的盯着我，我心里一阵恶心，一把甩开了表姐的手，你到底要干什么？表姐脸上堆笑，终于说出了自己的目的，月如啊，眼看你虚岁也快30了，还没找人家，不如表姐做主，让你进张家门，给你姐夫做妾咋样？都是姊妹，表姐虽然是大老婆，但也不会难为你，往后咱轮流伺候振兴，过和气日子就成。我听着表姐的话，脑海里一道炸雷闪过，先是震惊，而后是愤怒。我目光落在表姐老公身上，像流浪汉一样，浑身上下还一股子味道，是我耳朵出问题了，还是表姐精神错乱了，竟然让我给她老公做妾，还轮流伺候她老公？我直接暴怒，撸起袖子指着几人骂道，你是疯了吗？方家管我叫你一声表姐，这是人能说出来的话吗？大过年的别在这儿恶心人，现在立刻马上从我家滚出去。表姐脸上的笑一下收住，语气变冷，月如，你怎么说话呢？我也是为了你好。她又左右看了看，像是怕别人听见一样，压低声音说，月如，我们自家的事就先进屋说吧，表姐跟你好好商量商量。这时表姐的婆婆站在后面斜了我一眼，冷嗤一声，你这么大年纪又是个克死爹妈的扫把星，哪个男人会要你？要不是看你挣得多，月如又跟我说好话，鬼才会叫你进我老张家的门。表姐婆婆话里话外都是不屑，一股子对我恩赐的劲儿，我脑子里像是被人捶了一拳，嗡的一声，爸妈的死是我心底的痛，表姐婆婆的话无疑是触碰了我的逆鳞，
我瞬间气血直冲天灵盖，理智出走，抄起扫院子的大扫帚就朝着表姐婆婆奔去。放你娘的屁，我他妈我现在就打死你这个老前婆。在城里独居多年，为了自己的人身安全，我闲暇时刻就会去健身拳击，体力不错，身手也很是矫健，并且我深知对付村里像表姐婆婆这样的老泼妇，我只有比她更厉害更泼辣才行，但凡有一丁点露怯就会被对方吃得死死的。竟然没想到我的反应会这样大，表姐婆婆猝不及防地挨了我一下，疼得直嚎叫。表姐老公想要上前打我，但他细狗一个，我在扫把的加持下他完全不能近我身。表姐在身后想抓住我的胳膊，我一把把他推得摔了个屁墩，几人被我打得滋哇乱叫，抱头鼠窜，动静闹得太大，邻里邻居的都出来了。见人多起来了，表姐婆婆往地上一坐，拍着大腿开始嚎叫，声音尖锐刺耳，杀人了，大家都来看看，扫把星变杀人犯了。表姐老公赶紧上前扶着他妈对我怒目圆睁，周月如，你这个泼妇，你凭什么打我们？表姐婆婆还在嚎叫，话里话外都是对我去世爸妈的侮辱。我扔下扫帚上前一个大嘴巴子扇上去，嚎什么嚎，难怪你爹妈死得早，有你这么个晦气东西，把爹妈阳寿都嚎没了。表姐婆婆愣在原地，随即爆发出一阵尖锐刺耳如同杀猪般的叫声，周围人诡异的安静，表姐和表姐老公也不敢说话。我又抄起扫帚指着表姐婆婆，死老太婆，你要敢再嚎叫，我现在就打死你，反正我家里就我一个了，大不了我进去蹲几年就是，光脚的不怕穿鞋的，我不好过，你们也得给我垫背。表姐婆婆眼里闪过一丝害怕，终于不敢出声了。见出来看热闹的人多了，我又大声道，正好让大家都评评理，这不要脸的一家子叫我去他家做妾，呸，断阳寿烂心肝的东西，不就是欺负我没了爹妈，我现在就告诉你，想欺负我没门。我毫不客气地将一切摆在台面上说，爸妈去世后我深深明白他们就是吃准了我一个女孩子家会吃闷亏，这几年我要是没有光脚的不怕穿鞋的气势，豁不出去早就被欺负死了。邻居们开始指指点点，小声议论起来，看热闹的人越来越多，我的目的达到了，让村里人先知道他们是怎么欺负我的。于是我把扫把重重往地上一对，一只手叉腰，气势十足，赶紧滚，往后我见你们一次打你们一次。见我这样，表姐婆婆气得指着我的手都在发抖，却说不出一句话，表姐和她老公也不敢上前，只敢瞪着我，最后不甘心地走了。看着他们的背影，我重重出了口气，在农村就是这样，你表现出厉害不好惹的样子，对方欺负你时才会掂量掂量。愤怒过后，我回想起来这一切不禁恶寒，看来今年这个年是过不好了。我打算明天去给爸妈上完香后立马回城里，远离这个是非之地。四，第二天是过年，家家户户热闹非凡，鞭炮声响个不断，我连饭都没做，直接去祭奠爸妈，其他的等回城后再说。谁知我刚到墓地附近就闻到一阵恶臭，我心里咯噔一下，加快了脚步走近一看，我直接气得我浑身发抖。农村流行土葬，只见爸妈的坟头被人泼了大粪，种在周围的柏树也被砍断，就连墓碑上面也有几个明显的脚印。我还在周围发现了一个烟头，我胸口就上下起伏着，攥紧了手心，死死咬住后槽牙，不用想就知道这是谁做的。我保留了现场，当场报了警。虽然今天是大年三十，但还是很快来了两个民警拍照取证。我把昨天发生的事说了一遍，并且表示坚决不接受调解，强烈要求做脚印对比和 DNA 比对，钱我可以自己出。民警见我情绪激动，赶紧安抚我说他们一定会秉公办案，也不需要我出钱，我相信人民警察，但这么一闹我暂时是走不了了。等待调查结果时，表姐老公在我门前的大路上晃悠，像是暗戳戳的挑衅。表姐也几次上门带了些东西，面上是要给我赔罪，实际上话里话外都是说我一个姑娘家没有依靠，我直接连人带东西全都丢了出去。结果第二天，表姐的儿子张家宝拿石头砸烂了我家的窗户，还指着我骂我，奶说了你就是个赔破鞋，挣这么多指不定在城里干什么勾当呢，烂货破鞋。我当场追上去拧着张家宝的耳朵狠狠扇他的嘴，张家宝哭着回去，表姐和她婆婆想上门找我，却被自己的事情绊住了脚。调查结果出来了，证据确凿，表姐老公要被拘留半个月。我跟着警察去了表姐家，表姐和她婆婆一副天塌了的模样，想着我刚报警时警察刚走，表姐婆婆得意洋洋，觉得山上没监控更没有证据，现在她这副哭天抢地的模样愈发解气。我心里冷笑，在农村很少有人报警，就算有也是民警调解调解就算了，基本不会有我这样穷追不舍极其较真的。或许表姐婆婆没想到我真的会这样较真，把表姐老公关进去。张家宝看着爸爸被警察抓走，妈妈和奶奶又哭得一把鼻涕一把泪，加上我扇他大嘴巴子，他手上拿着一把大玩具枪冲上来就要咬我，我直接一个大嘴巴子扇过去，手动静音。表姐和表姐婆婆又顾及我的战斗力，不敢上来厮打我，只能站在不远处咒骂我。我冷笑，警察还没走远呢，你们要想大过年的进去跟他团聚，那我也不介意成全你们，可想到爸妈坟头的污秽，心里还是忍不住生气，你们要是再敢打我爸妈坟地的主意，还是那句话，我孤家寡人一个，光脚的不怕的，你们自己好好掂量掂量。表姐几人瑟缩在一起跟鹌鹑一样，我转身离开，身后传来了表姐婆婆辱骂表姐的声音，赔钱货都是你害的。我心里又不免悲哀，表姐当初结婚时她也是不愿的，她家里为20万彩礼将她卖给了现在的老公张振兴，可现在她为何会变成这样呢？我不想再去想，回家后我给了邻居一些钱，让他帮我盯着村里的情况，要是表姐一家再敢动我爸妈的坟就告诉我，而后收拾了东西回了城里。五，回去后我按部就班工作，开年手头上也是一堆工作，忙得不可开交。
就这样风平浪静过了半个月。我原本以为事情到这儿就结束了，没想到表姐和表姐婆婆带着张家宝闹到了我公司。我下去时，表姐婆婆正跪在一楼接待厅，哭着抹眼泪，保安拦都拦不住。大家都来看看啊，周月如不要脸，做小三，破坏我儿子家庭，欺负我儿媳妇，打我宝贝金孙，天理难容。表姐站在一旁默默垂泪，一副受了天大委屈的模样。张家宝则隐匿在人群里，贼兮兮的看着周围。见我来了，他径直扑上来，一边捶我一边说：“打死你，打死你，都是你欺负我妈妈。工作繁忙，我本来就够累，他们这样一闹，我太阳穴突突的跳。”周围人聚集了很多人看热闹，窃窃私语着，对我指指点点。在我来之前，保安已经报警了。我强忍着怒意，但终究还是未动手。这里不比村里，不能用简单粗暴的那套办法，只能等警察来。谁知表姐婆婆看到我，立马换了一副嘴脸上来拉扯我：“周月如，你个杀千刀的，自己死了，爹妈没人疼没人爱的，还害得我儿子被关起来。”表姐站在，哭得眼睛通红，话里话外全是埋怨：“月如啊，你咋这样狠心呢？振兴进去了，你这是断送了家宝往后的官路啊！”表姐婆婆更是大着嗓门尖叫：“就是，算命的说我们家往后要出个当官的，都是你个扫把星，害得家宝考不了公。你今天必须得给我个说法。”一旁的被保安拉来的张家宝，眼珠子咕噜噜一转，一口咬在保安手上，挣脱后满眼凶狠的就要冲向我。我冷眼看着眼前混乱的场面：“说法？你想要什么说法？”表姐婆婆一听，瞬间不哭闹了，抹了一把鼻涕在鞋后跟上：“振兴被你害进去，现在身体不好，方家一个人照顾不过来我，你进我老张家门伺候我。”我攥紧了手心，逆着眼神扫过表姐和婆婆，气急反笑。表嫂却以为我松口了，眼里瞬间闪过一丝期待：“月如啊，你在城里挣那么多钱也没处花，等你进门了，刚好给家里添这些东西。家宝上学也需要钱，你也帮衬帮衬。表姨和姨夫走了，就留你一个姑娘家家的，只要你愿意，家宝以后就是你亲儿子，我让家宝给你养老送终。”我的心沉到了谷底，原来他们打的是这个算盘，欺负我爸妈去世就想变相吃我家绝户。可惜了，他们打错算盘了。六，等到了派出所，我把刚才悄悄拍的视频拿出来，表姐婆婆当众辱骂我，并且我再次坚决不接受调解。人证物证都摆在眼前，表姐婆婆不仅辱骂我，还寻衅滋事，加上我态度强硬，表姐婆婆便被拘留了。我不欲和这一家子纠缠，想着做完笔录赶紧回去，没想到刚出派出所，表姐带着张家宝追了出来。张家宝恨恨地瞪着我，朝我身上吐了口唾沫，明明是个小孩子，骂人却极其难听，被睡烂的破鞋还欺负我奶，我打死你！强压下的怒火瞬间升起，表姐见我脸色不对，赶紧把张家宝护在身后：“月如，孩子还小不懂事，你这做长辈的别跟他一般计较。”我冷眼看着表姐，从最开始询问我什么时候回家，到后来一次次上门挑衅，看似冲锋陷阵的都是她婆婆，实则话里话外都能听出来，让我给张振兴做妾这事情是她的主意，也是她在反复提。我看到站在表姐身后露出脑袋仇视地瞪着我的张家宝，一把将她扯出来，狠狠捏着她的脸，又给了她一个大嘴巴子。张家宝当场哇的一声哭了出来。我盯着表姐道：“我身为长辈，教育小孩子很正常吧，表姐不用谢。”随后我无视掉表姐委屈的红了的眼眶，转身就走。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回去后，我立马托跟我关系不错的老同学打听调查表姐老公。当初上高中时，他被隔壁镇上的几个小太妹霸凌，是我帮了他一把。老同学毕业后就留在了老家工作，现在混得也很不错，听说我要找他帮忙，乐得高兴。事出必有因，前几年表姐一家也没有变成这样，这背后肯定藏着什么秘密。果不其然，老同学很快就查到，表姐老公暗地里欠了一笔不小的债，是表姐老公在网上认识个女网友，见面后占了人家便宜，没想到被仙人跳了，没办法，只能破财免灾。可他哪有那么多钱，就在借贷软件上借了不少钱，现在还不上，人家催得紧呢，所以他们最终选定了我。父母双亡，家里又没有什么兄弟姐妹和其他的亲戚，正好又在城里有工作，所以他们赖上我，打算闹臭我的名声，甚至是逼死我，好独吞我的财产。我心里一阵恶寒，只觉得后背都发凉，要是我刚开始没那么强势，还不得被这一家子剥皮拆骨吃干净。心里冰冷到了极点，我看着窗外的车水马龙，既然他们先算计我，那我就别怪我不客气，他们不就是想要钱吗？那我就给表姐老公这个机会。记得我之前看到过一些网上兼职，动动手指就能赚钱，简而言之就是借用你的银行卡，然后给你一笔钱，有时候数额之大是许多人都拒绝不了的程度，但我知道这其实是个高风险的事情，指不定对方在进行什么违法犯罪的活动，一不小心借卡的人也会进去。我再次联系上老同学，让他不用多做什么，只需要把有这个东西的消息模棱两可的透露给表姐老公就行，要是他是个踏实上进的，听到这种消息只会觉得是投机取巧，会发现其中的问题。但我现在已经摸透了表姐老公的性格，好逸恶劳，喜欢不劳而获，所以接下来我只需要等待就行。我迅速调整状态，准备投入到工作中，毕竟我这边还有一个大客户没有搞定。但是第三天我又接到了警察的电话，警察在电话里言简意赅地说了事情经过，原来是表姐婆婆被拘留，表姐一个人带着张家宝在城里，身上没有钱，只能睡在天桥底下，两人过了两天露宿街头的日子。表姐实在没办法了，就出去找工作，但表姐带着张家宝找工作更加艰难，是火锅店老板看她可怜，才让表姐在后厨当洗碗工，还包吃包住。但表姐上班第一天，她在后厨忙，张家宝就在店里玩。张家宝被表姐一家宠坏了，本来就是个小霸王，又调皮得很，完全就是熊孩子。在店里他和另一个熊孩子吵了起来，张家宝怀恨在心，趁着小男孩父母不注意，
把小男孩的头按在了滚烫的汤底里。那个小男孩被重度烫伤，现在还躺在医院里急救，医院里闹得不可开交。表嫂又身无分文，只能给我打电话。听了电话里的话，我冷笑一声，声音平和道：警察同志，我跟他们家都出了五夫之外了，不算是亲属，不管是拘留也好，赔偿也罢，请不要再给我打电话了，我很忙，谢谢。说完我当即挂了电话，只是心里疑惑，感觉有些不太对劲。按理来说现在这个时间已经开学了，张家宝为什么没去上学？难道是辍学了？稍加打听才知道，张家宝太凶，在学校里好几次把同学打进医院，还差点闹出了人命。表姐婆婆非说学校的问题把她大孙子都教坏了，于是她做主把张家宝转到了县里的私立学校。但现在表姐老公欠了这么多钱，私立学校的学费又贵，加上张家宝又不爱读书，表姐婆婆干脆给张家宝办了休学，带着张家宝来城里找我闹事。知道其中原委后，我只想冷笑，只能说上梁不正下梁歪。到了张家宝这一代，劣质基因更显罢了。虽说我不管表姐和张家宝的事，但他们之前那样对我，我也不能放过这个看笑话的机会，直接花钱雇人实时帮我转述这件事。被张家宝按在汤底的那个小孩家里也不是好惹的，他爸爸在当地有些势力，不仅要赔偿，还要卸了张家宝一条腿。实在没办法了，表姐终于给她老公打了电话。表姐老公这才知道自己老妈在城里被拘留，儿子也闯了大祸。我终于知道表姐为什么刚开始要给我打电话了，她老公一来就将表姐狠狠打了一顿，然后才向那小男孩的爸爸点头哈腰的赔罪道歉，最终答应赔偿50W。那小男孩爸妈堪堪放过张家宝，可那小男孩烫伤要严重，需要植皮，原本是要取张家宝的皮，但张振兴舍不得儿子遭罪，表姐也心疼张家宝，所以最后取了表姐的皮。要说刚开始我还觉得有些悲哀，那么现在我一点都不同情表姐，只是我很好奇张振兴从哪拿出来50W 呢？于是我提前做了准备。爸，表姐老公带着张家宝再次来到我公司楼下时畅通无阻，我早就知会了保安，让这父子俩进来。终于呀，为了他们张家冲锋陷阵的两个女人都倒下了，现在这俩缩头乌龟没哪躲了，只能出来了。不过两人算是学聪明了，表姐老公并没有大吵大闹，也没有侮辱谩骂我，他身上穿着皱皱巴巴的衣裳，脸上的胡子也没刮，远远看去一副老实巴交的模样。表姐老公先上前，借都不借了，直接张口问我要200W。我直接表示没有，表姐老公却威胁我，要是不给钱就让我的公司开不下去。我无所谓，勾勾嘴角等着他开始表演。他见我有恃无恐，直接恼羞成怒，当即大声了起来：月如，我知道你当初抛下家宝是不得已的，但他是你儿子，你不能不管他呀，就当这钱是我向你借的，往后我砸锅卖铁也会还给你的。说着表姐老公挤出了两滴眼泪，加上他的话，活生生的把自己塑造成了被我抛弃又为自己病重的儿子奔波的底层父亲。我朝着不远处看了看，那里正有个穿黑衣服的人举着手机拍摄。表姐老公顺着我的视线看过去，眼里闪过一抹慌乱，然后更加卖力的表演。正当他一把鼻涕一把泪时，我断掉了手机蓝牙，一道明显调笑的声音传出：哟，家人们，这老登还有两副面孔呢。表姐老公猛地怔住看向我，瞬间懵了。我笑着晃了晃手上的手机：哦，忘了告诉你，我正和客户连线呢。我暗中关注表姐老公的动作，早就知道他找了人，要拍一些模棱两可的视频发到网上抹黑我。最近刚好和一位有一定量粉丝的短视频博主谈合作，我刚好和他连线聊聊，做做节目效果，顺便为我们的产品预热一下。表姐老公怎么也没有想到，自己的计划明明那么天衣无缝，却还是出了差错。那位博主的直播观看人数很多，表姐老公的变脸行为立马被直播间的网友们录屏发到网上，有的甚至还做了鬼畜视频，一时间这件事瞬间飙到热度榜上。表姐老公偷鸡不成蚀把米，想把我都放在网上网爆我，却没想到我自己先被扒得一干二净。张家宝在火锅店做的那件事直接被网友爆出来，现在他们父子成了过街老鼠，人人喊打，甚至连表姐和表姐婆婆那天来我家楼下闹想让我做妾的言论在网上更是小火了一把。而我公司的产品因为这次热度大卖，我狂赚一笔。我看着网上对表姐一家的恶评，缓缓勾起嘴角，现在看来还得感谢表姐老公。就一周后，表姐老公被抓的消息忽然传来，在我身上捞不到一分钱，掏不出赔偿款，受伤的小男孩的爸爸就要打断张家宝的腿，表姐老公只好一边打骂表姐，一边把自己的银行卡借出去。之前他干这事的时候还小心翼翼的，得到的报酬也是比较小的那种，但现在他急需要用钱，只能剑走偏锋干几票大的。就是这几次让警方察觉到了不对劲，把表姐老公抓起来后，又顺藤摸瓜的端了几个洗钱的团伙，还有一些诈骗团伙。自从张家宝出事后，表姐和她老公就在贫民区租住在一个集装箱里面，表姐不知道她老公说她出去打工，实际上就是借自己的银行卡。表姐在得知她老公被抓后，两眼一黑，直接晕了过去。我看着手机上的视频，表姐倒在满是污泥的地上，张家宝却在一旁玩，不闻不问的。直到张家宝玩够了，他才上前去踹了表姐两下，说他肚子饿了想要吃饭，但表姐却没反应，还是周围人发现给打了120。我只觉得很是悲哀，表姐老公不尊重表姐，连带着在张家宝眼里，表姐这个妈妈的地位和老妈子差不多。表姐明明也是受害者，可她却帮着伤害她的人，加入了施暴者的行列。我深深呼了口气，将手机关掉，继续处理起手头上的工作。落到现在这个地步，是他们咎由自取，要不是他们心思恶毒，贪心不足，一而再再而三的打我的主意，也不会现在进局子的进局子，进医院的进医院。表姐老公被抓，她的罪名估计够判上几年的。我不再去关注这些，安心工作。
这几天热度上来，公司的产品销量很可观，我还得再接再厉。十，再次得知表姐的消息是在两个月后，仍旧是警察给我打来电话。彼时张家宝正躺在医院，表姐接过电话说，张家宝被人拖到一个小巷子里，打成了重伤，现在还躺在 ICU 里面生死未卜。他们住的地方本来就有很多监控死角，况且是在晚上，嫌疑人浑身上下裹得很严实，能抓到人的几率很小。医生说张家宝伤得太严重，往后可能要终生挂着粪袋生活。表姐带着哭腔的声音从那边传来，月如，表姐知道对不起你，可家宝也算是你侄子，你能不能帮表姐这一次，借表姐点钱？表姐的声音带着回声，应该是在医院的走廊上，她旁边还传来婆婆的咒骂声，骂表姐是赔钱货、扫把星、杀千刀的，连个孩子都看不好。那尖锐苍老的声音惹得人一阵烦躁，我当即回绝表姐，叫你一声表姐是我客套，我们早就出了五副，你们一家人打的什么主意，别以为我不知道，就冲你们做的那些事，你怎么还有脸跟我开口？我坐在办公椅上，按了按太阳穴，向后靠去，不知有多少次回想起来，我都在庆幸回家那天没有跟着表姐去她家，要是当时去了，能不能回来还不一定呢。还好爸妈去世后，我就学着强势起来，同时警惕心也提高，我要真是个软蛋，指不定早就被他们害死，或者锁在猪圈苟且偷生了。表姐哑口无言，电话那头一时间没了声音。其实我早就把表姐一家所有的电话都拉黑删除，她自己联系不上，每次都叫警察联系我。电话那边不断传来表姐婆婆的斥责和咒骂声，表姐像是终于坚持不住了，崩溃大哭，月如，为什么你的命这么好，能继续念书上大学，就算爸妈死了你也活得好好的，还挣了这么多钱，为什么，为什么我的日子一团乱麻？表姐的声音里全是不甘心，还有从前从未显现出来的嫉妒，可这些跟我有什么关系呢？她的苦难不是我造成的，她凭什么要一而再再而三的把我拉入泥潭？我在表姐的哭喊声中果断挂了电话，这次我干脆将电话号码换了，顺便通知了楼下保安，要是看到表姐一家人直接拦在外面，不许放进来，要是闹事就报警。过了几个月，我忽然在手机上看到一则新闻，婆婆欺凌儿媳十余年，儿媳忍无可忍，怒捅婆婆13刀。想着几个月那通电话，表姐在电话里歇斯底里的哭声，只觉得这个结果也不令人震惊，只是比我预想的要坏了一点。想到表姐婆婆那尖酸刻薄的嘴脸，只觉得做人还是要积德。十一，等忙完了手头上的事，我回了一趟老家，想着表姐一家的事，我干脆把老家的房子卖了，准备在县城买上一套房子，往后每年开车回来给爸妈扫墓就是，省得在村里还遭人惦记。却没想到回去的路上，却没想到看到了张家宝，表姐婆婆被捅死，表姐和张振兴双双入狱，现在的张家宝寄住在他表叔家里。仅仅几个月的功夫，张家宝好似换了个人，身上的衣裳脏兮兮的，身上挂着粪袋，散发出一股若无的臭味，整个人变得小心翼翼又自卑。他站在路边怯怯地看着我，再也没有朝我吐唾沫然后辱骂我，我连个眼神都没多给他，径直朝着家里走去。听路口几个大妈议论才得知，张家宝直接辍学了，他挂着粪袋去了学校一段时间，一直被同学嘲笑，尤其是以前被他欺负过的那些孩子，抓住机会报仇。张家宝受不了，加上他表叔也不愿意供他，这才有了这么个结果。我指挥搬家的师傅将家里的东西一样一样搬出来，无论事情如何，往后都与我无关，长路漫漫，我会坚定向前，